我首先呢度咧代表香港红十字会欢迎大家参加今日呢个义工嘉许礼2022年，系希望系可以提升社会嘅韧性，喺面对危难事故嘅时候变得更加强大，帮助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士。咁喺去年咧，其实我哋香港红十字会嘅义工服务时数咧，系讲紧系超过咗24万小时嘅。去年有咁多嘅服務咧，能夠可以成功推行，特別係一個咁嚴峻嘅時候都做得到咧，其實真係好有賴大家每一位義工咧嗰個無私嘅奉獻嘅。咁喺主席同埋劉楚超醫生手上咧，就係人道哥哥啊！佢咧見到人哋痛苦受難咧，就會好唔開心。嗱，不過點解佢今日有笑容呢？因為見到一班咁熱心嘅義工啊嘛，咁咧都係希望能夠盡到一己之力，減輕有需要人士嘅痛苦啊！呢一班捐血義工咧，其實係好特別啊，因為咧大家都知道，其實血液咧係冇取代品嘅。系有嗰个心就 O K 咯，咁啊同你倾咗半个钟头到啦，咁我又走啦。咦，我好感恩喎，我仲可以帮到人。呢个井字嘅顶层就系将香港成为更加。三個特色嘅安全 safety 健康 healthy 有凝聚力，我哋係 cohesive 嘅。